说话，搞得我很漂亮的女人说话。你看，你看到吗？每一步我都猜到了。我不跟长得可爱，颜值又高，声音又好听，脾气又好的女人讲道理。你要的全部拿走，把我花成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给你，给你。我操！你打我！是他，不是我。把枪放下！给我道歉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给我道歉！给我道歉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！不是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，我的妈呀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意外意外意外，真的意外，兄弟，真的是意外，真的是意外。哎呀，来，土豆，我给你根针，给你根针。哎哎，给你根针，给你根针。土豆，我笑死了。土豆，给你根针。飞车，土豆人没了。土豆，土豆，真给你了，真在你面前，记得拿啊！战车即将到站，请您点击关注，带上期待，卸下不快。我是薛师傅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欢迎下次乘坐。